嗨，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喊我了，也不喊我上你家了？今天早上有点事儿，走，咱聊聊。行，啥事儿？这么神秘？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，我觉得你人挺好的，虽然说话方式吧，我有点接受不了，但是人品没得说。你这是要和我说咱俩不合适来着？咱俩可能性格不大一样吧，包括就你平时说话有点二二级级，然后跟俺表姐还有家里人说话，那个方式我有点接受不了。这个我养成习惯了，主要是张嘴就来，但是我没坏心眼啊，都是吧，直男哈。家里人说不大稳当你。这稳当。然后你看，也没买房子，现在俺老家里也没买。我是一个女孩，你不能让我买呀，以后咱俩都这么大了，得为以后考虑。我想着咱俩要是成了，咱先从家里住，咱从家里改个。是吧？你想长的房子改个长的，这样长的中式大平层多好，反正又住不了现在，是吧？给孩子为了以后，为了孩子，给他更好的生活，咱得上城里买房子。你看你现在也没买房子，那得考虑以后，对吧？我都打听完了，跟俺闺蜜，你都想了三倍多块钱。我想了三倍多块钱。但是我没跟他们深入了解哟，不是，想完钱都不聊天了。你身边异性女性太多了，我没有安全感。那你就是什么意思？咱俩做朋友也挺好的，你人很好。幽默。行，那个我知道了，你想。感情上的事吧，咱不能勉强，是吧？也不能将就。正好咱俩现在刚认识没两天，也没发展什么，也没有什么感情，现在也只是，朋友，是吧？那个祝你，那个找个更好的。好，你身边的女性朋友那么多，也许最好的就在你身边。行，也许吧。那个我都先回去了。好。那个，挺好的，对，今天你知道是几号不？今天，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，12月31日，星期天，是一周的最后一天，也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。那个来的有点太突然。我腿着急了，主要是有点。早点下一家了。哇，不是不是，没有没有，有经过这么长时间吧，我反复的想，然后有点不大合适吧。行，那个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会更乖。对。那个咱下回见面的时候是朋友了。对。到时候请我喝喜酒啊。好嘞。咱看看咱俩谁能先走的，行吗？行，天挺冷的，我都不上爷爷家去了啊。好嘞。行，下次来还给你炖鸡。行，还有下次。下次刚好又来给你炖鸡吃。行，那个我就走了。好嘞，再见。再见。爱都是开始的很美丽，结束的没道理，想想是很可惜。也许应该多陪陪你，应该体谅你彷徨的情绪。可是我不停泊的心里，不确定的轨迹，明天会在哪里？而我还有什么能够